Anna。 Hello。 哎，你们怎么都有自己的行李箱了？为什么要准备行李箱呢？因为我们要去花莲玩。好的，三天两夜的行程，你们各自的行李箱会准备什么东西呢？彩泉谁先检查？剪刀手，我先好了。我呢，我准备有一个可爱的兔年才有的小兔兔正方形行李箱，它有点花俏的。我背包哦，它可以放手机，像这样，往里面扔一扔就可以拉起来咯。你的行李箱不知道会有什么。我行李箱很大哦，不要小看它。一只小黄鸭，再来睡衣、睡裤，再来是内衣、内裤，再来是纱裙。我有一件是纱裙的夹克、底裤，这个是百褶裙，黑色牛仔短裤，洋装，吊带裙。在这边呢，首先是护手霜、墨镜、轻轻眼镜、手帕、米奇米妮的轻轻眼镜、跳跳舞的眼镜，一天戴一个，一天戴一个，对，一天戴一个。再来是重头戏，重头戏，这个只有一样东西。首先是这个口罩，戴起来就是小熊维尼，嗨，我是你好。再来是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眼罩，眼罩。再来呢，这个是很难塞的东西，一个 U 型的，它可以这样睡，也可以这样睡，也可以这样睡。咦，换我啦！我是乐高。我是先哦，对，我这个行李箱是乐高风格的，它连轮子上面都有写乐高，这上面也是乐高。它这样可以组积木。这边有个密码锁，拉一下这个，它就打开了。一定要拉到底，不然它真的很难。一下打开，首先是后背包，里面就只有装一把扇子，有点难开啊，这个扇子。因为里面就是主要就是装 iPad 就行了，不用带啥，带个扇子，带个 iPad 走人。娃娃，里面装棉被的娃娃，你很厉害哦。下一个这叫什么？蜥蜴吧，蜥蜴的抱，那叫什么娃娃？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竹贴啊。对，就是贴脚了。因为我真的是很容易脚酸，而且尤其是小腿，筋就很容易扭到。这个是乳液啊，这多拿了，这个不要看，这多拿到。这个是精华还乳液的，就是先洗脸，我喜欢就是先洗脸，然后再刷牙，再擦痘痘膏，再用精华。好了，下一个。这就是空空如也。好，这一件是睡衣，熊熊睡衣耶，熊熊睡衣。明天要穿的衣服，裤子黑色，都是黑的，明天很黑。然后第二天蓝蓝的，第三天是粉衣服加蓝裤子。这就是我们行李箱，知道是什么？谢谢大家。